进化后的迪拉诺剑三出现，来获得新 UR 进化的代价和新 SR 进化爬虫埃尔基纳鲁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庆，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全新的这个迪拉诺剑三的召回哦。然后上次我记得是，其实这个活动很久了，之前那个剑三刚出的时候是2018年的12月，然后来复刻是隔年的好像2月还3月哦，然后到现在已经又过超过整整一年了，啊，剑三终于又复刻啦。那这一次的剑三就是其实牌好像差不多，只是它的这个有新卡哦，它有一些新卡，而且它连红莲魔兽都有掉因为之前应该是没有红莲魔兽，然后这次有非常多的新卡哦。那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些卡好了，那我们这样移过来好，那这第一张是进化的代价，一回合一次，怪兽因进化爬虫之名怪兽的效果而被特殊召唤的场合，可以选择场上一张卡牌破坏。因为进化爬虫而被特召，是不是这一只啊？这一只进化爬虫，它是一个永续魔法卡，然后因为进化爬虫知名怪兽效果而被特召，就可以破坏一张卡，感觉好像还不错。因为它是永续哦，所以就没有说就是一换一哦。如果你可以特召两只、三只，就可以换两张到三张，所以这张目前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啊。哦，再来是进化爬虫埃尔基奈鲁，场上的磁卡被释放并送入墓地的时候，可以从牌组抽一张牌哦，然后还可以把手牌的一只恐龙族返回牌组。然后从牌组将一只冠有进化爬虫之名的怪兽加入手牌，看起来像是一个绿牌的卡。然后其他建议卡片，这个石魔是新卡，可支付800点生命，然后直接攻击，这也太烂了吧？可是它防御力很高啊，它防御力2200哦，所以如果玩自闭的话，可以先盖着让对方打。然后对方可能扣血之后再反转再直接攻击，可是支付800我觉得有点太伤了，目前看起来也是并没有说很好。然后这个不屈斗士磊磊，这是旧卡，红莲魔兽也是旧卡，超进化药也是旧卡，都已经满，这些卡就是之前都满，除了进化的代价跟这个进化牌虫阿尔基纳鲁，大概推荐奖励就是这一些哦。那我们今天要来使用的牌是这一套，好，我们把画面移过来。那我们今天要组的牌是这一套，那其实昨天应该就要介绍，只是因为我最近在玩跑跑卡丁车哦，要考驾照，我一个驾照就考了四天才过，就是 L1 的驾照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最近真的花了很多，浪费很多时间在那一款游戏上面。那之后也会发那款游戏的影片哦，如果大家有玩的话，可以支持一下。那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一套尤贝尔，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用这个祈祷者、守护者炸尤贝尔嘛。哦，用技能把尤贝尔滤出来，炸尤贝尔，或者是用幽暗兽夜叉炸尤贝尔，然后跳第二阶段就等收尾。那三眼怪可以拿来检索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之前还有介绍另外一套，就是之前介绍另外一套是那个早乙女里的那一套，我不太确定能不能用那一套刷，因为其实那一套就是怕场地被炸掉，场地被炸掉的话就会 GG 哦。哦，但是这一套会刷比较快啦，那就看大家的习惯，因为我有点忘记剑三他有没有
拆场地的卡片。对，如果他没有那个拆场地的卡片的话，应该也是可以用这套，然后这一套会比较快一点。但是另外一套虽然比较慢，哦，这一套剑山的虽然会比较慢，但是应该比较稳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实战吧。那我现在路上已经有一只剑山了，好，40等的，好，我们就直接开打吧。好，那最近阿庆，哎呀，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越来越懒散了。对，其实应该要每天都要跟影片的哦，但是我居然玩游戏玩到就是没有跟影片哦，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对啊，自己真的是要好好的克制一下，不要这么爱玩。好，那我这边用守护者吧，我们要用守护者来炸尤贝尔。好，守护者炸尤贝尔，然后可以跳祈祷者。 OK， 那这样尤贝尔就可以跳第二阶段。 OK， 好，然后再来就等收尾啦。你这套蛮稳的，只是我觉得他可能绿牌没有那么快。好，那这边应该是可以，守护者应该可以再炸一张，对不对？再炸一张，好 ，OK， 来结束吧。好，对方做什么应该都不太需要管了，感觉这一套就真的绿蛮慢的哦，有场地的话一直可以把阎王拉出来比较快啊。如果不然大家就是可以尝试看看用有场地的那一套，然后试试看看场地会不会被炸掉，因为这一套哇好慢哦，真低慢哦。但是我们三眼怪至少可以稍微绿一下。好，OK， 救急恐兽没有用，好像他打不过来啊。来，我们继续叫三眼怪。好啊，这次我抓个祈祷者。好，但是我牌组没有奈福地师了，所以好像没办法继续炸，有点可惜啊。我本来想说可以这样炸跳，然后他们被破坏之后还可以破坏那个牌组里面的卡，但是我们现在牌组没有卡，没有奈福地师了，如果有的话还可以绿牌。好，没有的话就是慢慢抽。哇，这一套真的好慢哦，有场地的真的快非常多，所以我之前为什么一直推荐有场地那一套，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就不用这样一张一张抽了。好，OK， 然后再来就慢慢来了，不，再来就等结束哦。但是对方好像快抽完了。对方好像快抽完了，不过应该还好，应该是还好，就分数会应该会比较低一点。好，来斗龙 ，OK， 那我们最后就发动驱除魔鬼 ，Ben， 好，直接跳出来。那如果怕绿太慢，大家可以放一些抽卡的，应该就很稳了。好，哇哇，少一张大只的，这样可能有点分数会少蛮多的。好啦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大家知道这一套可以刷就好。OK， 好，这样就成功刷分啦、啊。
剑山，剑山应该也算是一个蛮好刷的人物。好，那最后六剑山两张彩卡。好啦，那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帮记得喜欢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 YouTube 频道，每天晚上6点不一定发布影片，记得追踪 IG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咯，拜拜。